讲啥？草原老太，你是骗我？真严重代志，你怎么没讲？我讲的拢是真实，我哪有可能骗我家的金孙来滚生球？我乖，你是草原，一直在哭，原来。我来小王子，小王子一个。哪呢？小王子是咱所有人希望的，像这样今麦拢乌有去，做内面的干都变铁扫帚哦，唔知影搁要气死偌济人，伊才会甘愿呐。我过来草原面头前。个小王子讲爱这话，草原心里就疼。伊为了不要烦恼，伊虽然家己承受痛苦孤单，我所无得的是故意背叛伊。我真想打破了。不应该，草原今晚一定真艰苦。我不依，我不依。你是为啥？你别动我，我求太太。你给我放回，这样输了我，我没动机了，没得心给帮我痛苦。这是头不疼啊？拜托，你别让人家无同情心了。我的好事是知影，伊的囡仔无去了后，才会这样冲动，无法度冷静的，拜托你啦！你给我放开！我恐怕不要紧啦，是我自己无识你。讲出我的好事不应该知影的话，所以伊才会这样激动着。拜托你，手先给我管，莫再跟我的好事计较我好不？拢是你无法度控制你家己，你妈才会替你受罪。啊，袂啦，袂啦，我袂受罪啦，小玉。小玉，你要相信妈妈，妈妈一定会想尽办法，让你赶紧出去。妈妈爹在给你挂保证。唔免等偌久，我都会让你甲超越两个人团圆啊！陈同学，我对你的耐心已经磨了啊！我警告你，你今仔日若是无签名，你就免想要离开这。啊！你看啊，讲无两句话就要毙命啊！原来拄只的好嘞，拢是假的嘛！你想要拍我？来爬，来爬，来爬！陈道俊，陈道俊，只要你愿意签名，我没给你为难，你得马上离开啊！啊，你搁无够搞为难哦。其实我心肝也真清楚啦，自从阮爸甲陈明宇和好以后啊，伊的心肝内都干那重视伊这个后生。哇，陈东俊对伊来讲哦，只不过是一粒老鼠屎啦。啊，既然阮爸心肝内已经无这个好事啊，那呢，我嘛无需要对伊有任何执念啊。啊，若无啊，只会真心换绝情，你看着无？舅妈，那不是干那你有资格叫你的老爸，阮都无需要一只。让你讲这五十三徛空拖时间，让你替你老爸性命在那滚上脚，你那是够淡薄良心，你都给他同意输签签的，啊无恁爸真正会无命，被伊唔肯就是哪家的啦？东俊，我拜托你，你莫阁折磨大家好不好？当下真正足危险的。我拜托你救党的，陈亚，跪落啦，跪落啦，跪下底求你啦，
免甲这笨手。万靖玉，你竟然敢怕我？那也唔敢。这个翠佩是我代替阮干爹，怕你这唔食惊。看起来你是阿爸母清楚状况了吼。阮爸在咧等我救伊呢，你竟然阁无爱给我好面手看唔？真实的哦，啊，是嘞是嘞，我实在是不应该给你生气的啦，我应该给你解释过呀。妈，你有看到啊？是万金玉给我爸的哦，不是我不爱救爸。沈同学，阿姨，免把这个不吃鸡救啊。我找到办法，会用来救干爹啊！小夏哥，哼，当然嘛是假的啊！恁两个啊，一个是阮爸认的客查某囝，另外是一个还未过门的新妇，恁两个拢无资格替阮爸签同意书啦！这个，这个跟周一讲的不对啊！这就不到一万。可有想有资格签了同意书？阿姨，当然有啊！只要你愿意嫁给爸，你就是上有资格救爸的人，安尼你就免救别人啊。嫁给同学？哈哈哈哈！是要害我笑到老的，还是不啦？啊，新郎拢无伫啊，是要哪办婚礼啦？冥婚是无法律的效力的哦。陈东俊，你想要啥货啊你？老公好棒棒。陈东俊，看我前车。阿姨，这婚慢慢还你看下。家，我有先去干爹的病房啦。啊，虽然讲伊前请的时间无介长，也毋过好佳哉，我拄好拄到伊有意识的时阵，所以伊家己亲自代言，我亲手签这个结婚书约的。啊，好像事务所的主任哦，嘛伫个现场替咱见证，确定规个程序拢无问题。其实干爹对你的心。阮大家拢知，今嘛只要你愿意点头，嫁予阮干爹，强拍结婚书约，那安尼你就是阮干爹合法的嫁后啊。今嘛我要真心诚意来替干爹问你一句：朱丽萍小姐，你敢愿意嫁予陈忠信先生，做伊的牵手，圆满伊的人生？我当然不愿意嫁给张先生，只要能叫张先生，别讲是结婚需要，不管后我做啥签啥，我都愿意。但算讲是生死状，我嘛心甘情愿。今日我白求上今日。我是花露香，忠心的嫁后，我有资格叫忠心。今麦恁的结婚登记已经完成了，啊，等先生健康出院了后，阁半日时间来福建事务所来领恁的结婚证书。
多谢主任，多谢你。今日给你同意书签签字，阿你好意思就得安排手术啦。先生安排手术，我马上处理，准备好事随来通知。多谢多谢多谢。多谢，你去忍耐一下，病院已经咧安排要替你手术啦。会长，等下就会救你啊。元姐啊，在哪里？这个对姐，甲当阿文不上个破人是一组的。你嘛知影，阮当的哦，都较小明星啊，伊伫找无着适当的时机要送你。阿姊嘛，当娘甲当的哦，拢已经结婚啊。这对手指哦，在这个时阵出现，马上就拄我好个啦。唔免遮功夫啦，救重伤个命比啥物拢搁较重要。阿姨，虽然讲今麦干爹无法度讲话，也唔过我相信，伊一定做想要你一个正式个约束。伊遮尼爱你呢，伊是这世间上上个要紧。所以绝对不敢让你受到任何的委屈。是啊，阿姨，伊即嘛是性情个正常个太太安尼，当然要挂手指才有仪式感啊。咱要做，都要做个完整个，对。妈，我得替文瑶甲你说多谢，多谢你替爸做遐尔济。今嘛哦，就予子玉先替你把手指挂起，等爸精神了后，搁替你挂一遍，安尼好无？西来西去，我经历安尼侪风风雨雨，总算是搁西转来避风身躯边啊！真正拢是你先牵我的手，啊，不过这摆是我先把你的手牵条条的哦。为什么开始？咱两个都是悄悄的阿母。我跟你讲，我是邓太太哦。以后你一定要对我万事要负责，所以你一定要跟正式跟艰苦起来。好了不，我就做，我做了，凭着这边和你简单都帮你耍。